好，我是蹦妈，这两天回娘家待几天，这会儿带孩子们去我们街道买点肉，买点菜，中午包饺子吃。哦，最近涨价了，以前好像是10亿的，之前也是10亿。这菜是明年一档的吃啊？你吃吗？这个凉皮店都有25、26年了，我们小时候就从小在这吃面皮儿。我多少年了，还是这个老地方，味道也没变。看，这就是我们当地最有名的擀面皮儿。包的饺子多大个儿的，像不像包子？
说了。